暑假结束，学生囡仔拢爱来收心。河滨国小为着今年的新生入学，三十号一透早，先甲队的学长学姐是来演奏优美的音乐，来迎接所有上课的学生以及家长。八月三十开学的头一天，河滨分局为着守护囡仔会安心来上课，河滨分局执行活动专案。分局长安宏莹一透早亲自到学校门口来督导。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哈，针对于国中小学，这个学童上学的安全，那我们今天整个分局哈，动员然后各派出所针对辖区的学校，都派有这个同仁来做实施护童的专案，希望能够确保我们孩童在上学的时候，能够有一个安全安心的一个环境，这是我们希望一直会持续来加强做的。有人民保姆守护校园安全，河滨国小也派出巡逻队来欢迎国小一年级的新生。河滨国小校长陈国珍亲自到校门口欢迎一年级的新学生，陪因做伙走入来校园。今天是开学日哈，也是国小新生入学啊。那我们学校以我们学校的特色社团旋律团来迎接这些新朋友。那今天同时也是祖父母节，我们搭配大手牵小手上学去啊，这样一个活动，我们同时来进行。那今天小朋友入学，尤其是新生，经过我们乐音的熏陶以后，我想他会非常喜欢这个学校、这个校园，以后也会很快乐的学习。除了用悠扬的音乐声来迎接新学生，班导师用心思来布置教室，希望当借此来消除囡仔对环境的亲近感。透过座谈会，帮助家长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，让因更加放心。你们来读河滨国小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多张新闻，杨宏武河滨采访报道。